酸奶君，我总是觉得喝它就没有那么的罪恶感，因为它是酸奶。最近因为疫情都是居家办公嘛，然后我觉得我这个食量明显变大了，吃东西更加多了。这件事正疫情挺严重的，所以就没有开学。然后今天已经是三月份了，一般以来呢我们都是上网课的，所以今天就给你们顺便分享一下音乐老师在家上网课是怎么样的体验。总体来说还是挺爽的，像我们这种副科老师的工作量是减少了，但是像主科老师的话，他虽然课时量也是减少，但是他改作业就得一直用手机或电脑改，我觉得这样子看到眼睛都会瞎掉吧。好吧，那我现在我就得备备课哦，因为我们上的课是直播课，就是真的是要讲话的那种，但是教育局呢也会提供一些资源，有合适的视频啊、音频啊等等或 PPT 之类的。好，我现在就备一下课哦。对了，因为我没有回学校拿这个教材，我手上没有书，所以我就用这个电子教材，都是一样的啊。明天应该要上第二课了，第二课呢是一个欣赏课，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明天上这个课。先来拆一下快递吧。健达巧克力啊，是我们家的一个必需品，要及时续上的。哦，这个是一期观众我寄过来的，就是我准备拍一期观众给我寄的雷品们，毕竟我一个人能尝试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就发了条动态，想说哎，你们有什么雷品啊可以寄给我，然后我拍完视频我再还回去给他们。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小伙伴寄来的，里面的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样子一期视频还挺好玩的。回购的三瓶洗发水，这个还挺好用的。回购的一个不粘锅，真的不粘哦，但是不粘锅也有涂层的嘛，会有磨损，所以就大概一年或一年半都会换一个。因为我它盖子了，所以就不买盖子了。 OK， 今天先插这里收拾一下，然后等下去洗澡咯。哎，大家早上好，今天穿个红色睡衣，我的视频里面你看好鲜红哦，就那时候结婚买的这套睡衣。刚刚上网买了一大堆菜回来，最近深圳疫情有点严重，所以还是囤多点干粮在家，最近每天都是自己在家里做饭。餐简直是小黄的最爱，一次囤八包八包那样子的。Thank you.
们家临时车现在最喜欢就吃是这一个去骨鸭掌，微辣，超好吃的，这里面全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这个猪肉脯也还不错，就是超级无敌硬，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吃一吃。然后这个板栗呢其实也挺不错的，但它一包里面有超级多颗，所以每次吃的时候觉得哇好累啊，总是吃不完。也煎煎给你吃，最软的。还有20分钟就要上课，我现在再准备一下，然后我已经换好衣服啦，等一下我上完课我就顺便下楼去做核酸。我们学校呢是采用腾讯课堂去上课的，所以我现在准备要编辑一条信息给大家群发一下，把我这个课堂的链接分享到群里，然后学生们就可以通过点击群里进来，然后进行签到，然后听课上课。上课还有5分钟，然后我现在得要自拍一张，就是我们学校要求老师的这个上课还有环境啊，还有一些页面啊什么的，得要拍很远照片。然后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打算自拍。这样子吗？你们看一下，现在差不多了，我要打开这个课堂。魏同学，可不可以听老师声音呢？现在有声音吗？现在有是吧？好，各位同学请尽快完成签到哈，我们在2分钟之后正式开始上课。课堂上尽量不要刷屏啊，不然有些消息可能会漏掉。同学们翻开课本第二课，今天咱们第二课呢是门欣赏课，叫做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啊。同学们把课本翻这一课，签到时间很快就过了，赶紧签到哈。在上这门课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一部作品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创作的呢？是在1880年俄罗斯庆祝皇帝登基25周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又开了一个以俄罗斯历史为主题的一个画展。各位同学们，今天咱们这门欣赏课基本到这里来哈，然后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呢，老师想给你们看一个交响乐曲现场版的在中亚西亚的草原上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如果觉得声音太大，同学可以把那个音量调小一些。好的，老师下课喽，各位同学拜拜，再见。完成今天份的网课，赶紧立刻马上的要填一份表格，我每次上课之后都要填一份线上教学的一个调研表，然后发到领导那边去。要下楼去做核酸。肯德基新鲜出炉的蛋挞，这盒一次吃个够。第三个蛋挞，学校我一口气吃了3个蛋挞，太饱了，所以就没有做新的菜。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吃饭，小凡要加班，就今天中午剩的半碗饭，还有今天中午剩的这个娃娃菜汤。娃娃菜是我最喜欢的青菜，清清淡淡又一餐。
家，我现在习惯了晚上睡前把我明天要吃的菜先提前备一下，这样子我第二天就可以睡懒觉。然后我明天特别想吃辣子鸡丁，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鸡丁提前腌制一下，然后明天就可以直接炸了。哇，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我明天的午饭了。